2023年的马五啊，七人座的。那这台的重点就是它白色的，我比较少看到白色的。重点是我们这台才跑40000多而已，它的内装气氛真的非常非常赞，配备会也不错，有天窗，有电动椅。好，那我们就快速的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台马五吧，非常的漂亮。夹层在下面的话是有备胎，讲一下就是它后座有一些小细节的地方，比方说大家看这个灯，它有这个灯，就是如果你晚上很暗的时候，或者是视线不好的时候，它你要拿东西的话，就是可以开这个灯这样。然后这边还有那个可以充电这样子。那大家可以看这台车的那个天棚，超干净的，大推这台，好40000多而已。人口
比较多，到七个人的话，欢迎来参考看我们在马五，载人方便之外，它后座的空间载东西，它也算是一个很好的赚钱好帮手这样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就是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或者是私讯我。那如果对载人车有兴趣的话呢，就直接来我们御风赏车吧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